现在是晚上十点多，路上没什么人，很冷清。我们正在开进一个地下停车场，停车场也有很多空位。今天我们要去吃火锅，服务员在给我们倒饮料。 我用平板电脑点菜，蘸料是自助的，需要自己拿。上菜了，我们准备开动啦。